今天来看那个在 Java 怎么样开发那个视窗的环境哦。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认识这个 AWT 啊、哦。那实际上 AWT 的是这个 Abstract Window Windowing Toolkit 的缩写。那这当然这主要也是利用这个。这个 AWT 的套件哦，来做那个 Windows 的视窗环境开发。那我们在 VB 环境里面哦，你会发现很方便。但是呢，在这个 Java 里面呢，你要做一个 Windows 的开发哦，实际上很多元件是必须要自己去制定的，不像说在 VB 的环境里面呢，你直接可以点某一个控制项就可以用拖拉的方式可以产生。那在Java 里面哦，我们就必须用这个 AWT。那在设定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天最简单的，像这边有个 sample 好了，这个 sample 里面呢，的第一个呢，前面都一样，你必须要先载入啊，载入什么 ？import 一个 Java 点 AWT， 好，后面是 stop 是所有的，也就是说在 AWT 里面呢，它包含了，比如说像这个 Friend 有点类似在那个 VB 里面的是，就是也类似有点像缝一样哦，就是表单。好，那 Label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哦，就是标签的意思哦。那也就是说我载入的话呢，等于是说所有的，比如说包含的 Frame 啊、Label 啦、啊，或者是 Button 啊等等的哦，相关的你在控制项在 Windows 在 VB 里面的控制项里面呢。有的通通类似啊、哦，那在这个范例里面呢，我们就是首先哦，我们建立一个 class， 这个 class 我们叫 app17-1哈。那宣告的话呢，我们就先在这边先宣告什么呢？宣告一个这个 friend 哈、哦。那这个 friend 呢，给它一个实作的名称啊、哦，就是 frm。那 new 一个。这个 friend 里面括弧后面加的这一串呢，实际上就是这个 friend 的 title， 也就是说我上面的名称要叫什么？那这个有点类似哦，在那个 VB 单列子里面的那个有个属性叫 text， 或者在 VB6 里面叫 caption 啊，就是说它的那个那在这个 Java 里面呢叫做 title， 那这边的话呢一样 label 我们加进来，上面有文字嘛，我们要叫什么文字？就在这个地方实作的时候，你要产生这个物件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接下来的话呢，进入到 main 里面啊 ，main 里面的话呢，我们就针对这个 frame 里面啊，第一个我们的 set size， 这个所谓 set size 就是说呢，我们要设定它的尺寸，它的尺寸哦。宽是多少呢？200，也就是说，从这边啊宽200哈，然后高150啊，再类似像这样，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产生一个什么呢？产生一个 frame， 就是一个类似像缝的一个东西，并且哈，设定它的什么呢 ？background set background， 有点类似像那个属性。那属性的话，我们给它一个 color 点 yellow，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利用 color 点 yellow 这个方法哈。产生一个颜色。另外的话呢，再来就是 set location。这个所谓 location 就是说，我们如果 set size 这个地方没有 set location 的话，你可以把它 mark 掉，它就会出现在这里，坐标在这里。所以呢，我必须要让它位置要变更的话 ，location 我可以让它大概在这个位置地方产生。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就直接啊会在这个。再来的话呢，第二个就是我要在里面加入一个什么呢 ？label。那必须用一个方法叫 add， 把它加进来。加进来之后，最后还要做一件事情，它的预设的 visible 是不会产生，所以你没有加这一行的话呢，它就不会秀出来。最后必须要用什么呢 ？visible 等于visible 点 set visible 哈，里面给它一个 true， 这样它就秀出来。这个是一个第一个的程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哈。假设说我们已经撰写完之后呢，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地方执行，好，执行之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边就会产生一个我们要的一个这个 frame， 好，那这个 frame 的话呢，它就会按照我们放的方式，我们大小宽，好，这个宽度的话呢，就会是从这边到这边是200，那这边到这边是150，200。那它刚刚出现的位置啊，就是从这边 XO。到这边这边到这边哈、哦，刚好就是这个第一个就是 x 250，那这边到这边就250啊。那最后就加入一个 label 在这里，因为我们没有针对 label 的颜色去做改变，所以呢，它的颜色就会是只是跟背景一样的颜色。那最后把它秀出来，好，把它秀出来。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你们试试看好了哈。好，画面还给各位哈。